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克拉，今天终于割稻谷了，请来一台机器来割，110块钱一亩，大概10分钟就搞定了。大家说割稻谷好不好干？其实他妈投资了，像这种机器，新机也大概是12万左右，10多分钟一亩地就100块钱了。我们种要大半年，他呢10分钟就搞定了。其实农民伯伯种田呢真的是很辛苦的，没有钱赚了。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都选择在去外面打工，不在家里种田呢？大家都算了的，出去打工，想出广东打工少少都要5、6千吧，是吧？在家里你干一年，可能你都种田了哦，可能你都赚不了5、6千块钱，所以很多荒地就是这样子。大家同不同意我说的？因为我也是打工回来的，我呢是打了好多年工，打烦了，也老了，没人要了，所以才回家种回田。人家不是说啊，树高万丈，落叶归根。我们回家做回我原原本本的农民伯伯。很快啊，真的10分钟都不用啊，一亩地。现在呢是机器化了。这田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哦，因为我在这里已经拍过第3个视频了。这田就是我种的，我家的。好快啊，一亩地10分钟都不够。宽用了3分半钟，这里6分多地，轻飘飘的，这个是很轻的，看到没有？那边那个就黄了，但现在割的那个就黄了。还搞啊，这个那么轻都搞了。喇叭田，喇叭田，真的，它搞得很干净的。